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温哥华地产经纪 Steve 许杰纯，帮您选好屋，带您看好房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西温哥华市，温哥华西区当班区的，是西区的 Abutus 社区。我们来到的是位于本拿比市北部的一个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温林外里社区。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列治文市四号路上。我们来到的是位于西温哥华市的蒿树贝，来看一看这边的海景度假屋是什么样子。在这里，您会找到温哥华地区的房产参观视频，最新的房产销售数据，专业的房产知识讲解，以及高端的家装系列。作为一名专业的持牌地产经纪人，帮客人选择好的房屋是我的职责。而在温哥华，不论是买或者卖，都需要有各自的经济才可以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也很感谢为我提供房源的同行们。如果作为观众的您看上了哪一个房子，请快快地跟我联络，我很乐意代表您去和对方沟通。自从开播以来，收获了很多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大家对于我的关注。我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Steve 曲杰纯，为您在这里找到梦想的家。